刚才是小声音啊？哪有声音？你听错了吧？那你刚才为什么这个样子？是因为疼吗？嗯，是的。是因为刚才放的屁疼吗？你知道我放屁了？那你还问是什么声音？我以为谁在吹口哨呢。扁担长，板凳宽。扁担长，板凳宽。板凳没有扁担长。扁担不能不能不能。扁担没有板凳宽。扁担不能不能不能。灰发肥会发黑。灰发肥黑。灰发肥会黑黑。灰化肥会发黑。灰化肥发黑黑。我不看了，我睡觉。看看下面的物品哪些是危险的。都很危险呢。球危险吗？你用刀戳球它会炸的。砰。那鸭子呢？越炸的鸭子就会炸人呐。爸爸你不要看手机啦。爸爸你不要看手机啦。喂，吓死了。爸爸今天做的菜真好吃，比妈妈做的不好吃，真难吃。你咋怂了呢？咱们不能向恶势力不得不低头啊。怂。爸爸妈妈去上班，我上幼儿园呢。严母无严母恼，教成老师逃。我啥时候上幼儿园呢？你明年才能上呢。明天是明年吗？不是。你咋这么想上幼儿园呢？因为美味的爸爸好香啊。快睡觉，不睡觉不女龙。快睡觉哦，不睡觉大灰狼来喽。我睡啦，明天起床，然后刷牙洗脸喝奶奶，吃完早饭去游泳，中午又得吃饭又得睡觉，下午爸爸就回来啦，然后我们一起玩，玩完还得吃饭还得睡觉，一天过完啦。嗯，好没劲。我的妈呀。